是？你看到了吗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这是啥呀？你们俩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你干嘛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看到了。吵起来了，吵起来了。我看到了，但是。我想动他的时候来不及了，对啊，过去了3秒是吧，1秒刚开球。哎，咱超哥，咱没妙射门，咱四个人，四个人一队，咱可以传，咱这队伍是、咱来来来，射射射，来来来传。Yes！ 干啥，海涛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不是，他们就俩人这么有压迫感吗？你干啥呢？你这进怎么进了呀？这怎么进的球啊？我刚才等会儿啊。你们刚才的传的太好了，我们仨，你给老舅直接传给鹿晗，鹿晗直接踢。这一趴是专门让鹿晗来秀的，是不是？抓紧时间，来开始来，黄勉。黄勉，人家没踢进去。我没踢进去，王冕，你传的是什么东西？你自己往自己门里踢是吧？乌龙这不很正常吗？王冕，你还踢乌龙了？他自己踢进去的，咱能不能换队？我手球吧，我是就是职业习惯，我还是为了防守。对，我防守，你踢乌龙球是你有问题？我在防守你们吗？你过去吧，王冕，你过去吧。好球。你踢我干什么？别踢呀、啊！你干嘛呢？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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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把范老师已经锁住了，锁住了。前前锋，来加油！加油！去！去！别下踢，别下踢！咱们踢他吧，咱仨要不揍他一顿，说不过去了。你干啥呢？啊？那刚才人家人都在后面呢，我你老爱吃都死了，你老爱踢什么？你在场上就别动，啥也别干。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啊！不是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